同埋 Ronald 咧，你哋就會有新作就合作啦。但遲啲先聽。但今日咧，我都知道你好大風，你問翻一個，我想揾一個咧，發出之嚟啊，你哋即係變咗個好似而家咩熱帶氣旋咁咧，出來吹去。但你哋今日咧，其實有準備咗同我哋表演喎，仲要係你。埋一齊，介紹一下先啦。你介紹啦，譬如 Ronald 就知噶啦。我呢啲知噶啦。喂，都好喎、啊，等大家聽咗先，我哋一間先再傾偈噶嘛，好唔好啊？交俾兩位。Thank you.
从前的家往事，若然未落幕，再结起有害吗？真想拍你见见我，刚识到的他，我想听你意见，这算是明白。为何无论我仍然怎样试，怎样那不令自己恋上他，那动人时光不用偿回。先，我揸住你音符影张相先啊！